是寻找，感觉很重要。宁可空白了手，等候一次真心的拥抱。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，一定会遇到最的人出现。华联的朋友，请敲声呢。选择好多情感的原则，无关爱着，承认时间可笑之者会为我们挑选出缘分，诅咒一生。一开始总是天真，
身不由，在眼泪体会到与自己拥抱，爱不是一种需要，是一种比较。爱虽然很美妙，却不能为了寂寞用尽了你找，爱要耐心等待，仔细寻找，感觉很重要，宁可空白了手，等候一次真心的拥抱。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，一定会遇到对的人出现。每人一换来一份爱，不说去多少，然后得到多少，并不计较。当我想清楚了时候，我就算已经准备好。华联的朋友，跟我一起飙高音好不好？来呀、啊！我。感觉很重要，宁可空白了手，然后一次真心的拥抱。我相信这世界上一定会遇到对的人出现，爱要耐心等待，仔细寻找，感觉很重要。